大家好，我是迪士尼浪音之吉他手树，今天要大家介绍 Ernie Ball 的新产品——鼓弦。这组是我所使用的 size 是12到56的鼓弦。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新选择，对于极限金属的吉他手，我们往往找了很多牌子的弦去做降弦的贴膜做使用。 却发现它没办法保持着很好的一个张力。那我们以两个面来去讨论它。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触感。我们在弹奏的情况下，鼓弦它的手指的触感，一旦你去习惯了，你可能会发现高速的 riffing 情况下，手指比较能够稳定的去演奏它。另外一个是声音的部分，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去做一个测试，发现它在低频的力度跟饱满度都优秀于其他的牌子的弦。 因为我们玩的是旋律死亡金属乐风，在我们的歌曲中常常需要马上转换旋律跟 riff 之间，还有 solo 之间的安排。那我想这款弦它的处理面非常的漂亮，让很多的 solo 的动态跟音色高频的传导上都来得更加的用力。那我想鼓弦这个新的材质的弦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。 如果你也是玩极限金属的吉他手，你也在做降弦的设定，而又找不到适合的弦，我相信这款鼓弦可以安装在你的琴上，去试试看。我相信它会让你找到新的音色，并且不会让你失望。